假财进京是一根菜都不吃的，啊，无肉不欢。运动选手最care的事情就是运动表现，当时其实会害怕吃素对我的运动表现会不会有影响。吃素之后，反而我的一些肌耐力的表现是比以前还要好的。各位好朋友老顾客，我伫轰动武林，惊动梦到台湾第一勇的阿勇哥。职业摔跤它不是马拉松，所以我就改变训练的形态，我慢慢的以这个重量训练为主，然后呢再搭配正确的饮食，然后我的肌肉量就长起来。真侪朋友常来讲，食菜使人身体衰弱，但是你看阿勇哥已经食菜17年哦，依然用的敢无同款，因为呢素食给我们带来的身体的健康跟好处是非常的多的。素食是我阿勇哥在场上呢克服不胜，战无不胜。哎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那个 NEW 训练即将开始哦。那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哦，尽量这个专心一点。我们等一下会带到翻滚、哦护身，还有跑绳，还有一些摔跤技术训练的部分。哎呀，手稍微撑一下，撑一点，撑一点。摔跤跟素食呢，其实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志业之一啦。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。小时候就是跟我爸一起看职业摔跤，然后我爸那时候就是会跟着电视上的人在呐喊，这样我想，那什么好像很有趣，然后男孩子嘛会觉得说，选手在上面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断的倒下又站起来，倒下又站起来，然后那个过程是很激励人心的，然后变成是我自己就迷上了。20岁的时候，就是我爸爸突然生病嘛，然后就是中风倒下这样，这个吃素是大愿，然后就是就到擎天宫去这个许愿，然后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爸有办法活下来的话，那我之后就是终身吃素这样子。是很惊讶，因为他以前是无肉不欢的人。你们那个最后那一步啊，进去的时候不要这样跳脚。当时其实会害怕吃素对我的运动表现会不会有影响，对，但是我发现到很神奇的是，就是我开始吃素之后，反而我的一些肌耐力的表现是比以前还要好的，就是我可以跑步跑得比以前更久，然后耐力比以前更强，然后会肌肉的修复也比以前好的。就是阿勇哥给我的感觉，就是他虽然吃素，但他就是一样还是有那个摔跤手的精神，这样子有打破对素食者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感觉素食者应该都没有那么的壮硕。论著天地兴素，用刀架兴定架无，一将一魂兴素散，威名不露降英雄。我的选手名叫阿勇哥，是用英文拼音，可是他其实是台语。勇哥是我爸小时候叫我的乳名。我自己的出场音乐，我也是跟台湾在地的乐团海洛因大乐队，他们在台中。今天一个东西要长久，在地化才是国际化。职业摔跤啊，它又根据于每一国的文化会有所不同。那像我自己小时候看的日本摔跤，它就比较偏向于格斗技、竞技运动等等的。那像美国摔跤的话，它就是会有剧情在里面，每个地方的打法又不一样。那我自己想做就是说，做属于自己台湾人的摔跤文化，但是我们学到的训练是我们会有一套世界的公式。那这个世界的公式学完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在台上跟你这个进行比赛这样子。摔跤简而为之呢，它就是以击击方式呈现的表演艺术。他是一个对这个摔跤跟素食都很有坚持、很有想法的人，因为摔跤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。
那如果说我们在摔跤场上可以用这个素食者的身份表现得很好的话，会造成很多人对素食的那种体弱多病刻板印象就可以扭转。我希望吃素的朋友都来看摔跤，看摔跤的朋友都来吃素。那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在我比赛现场，然后呢，我自己也会煮。哎，甲方啊，大家可以过来拿汉堡，大家可以过来拿汉堡。一人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。在疫情前，好可以开放饮食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开放素食的餐点，然后呢，让这个摔米可以去享用。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换个主题。虽然我一开始就知道它是素的，但我觉得它跟一般有肉的汉堡其实没有什么两样，甚至它可以比外面的一般的汉堡还要好吃。这样，怎样让这个素食跟摔跤的结合更紧密，然后让大家来看比赛的同时，也可以用透过摔跤的人气来去引领我们很多的观众去知道，现在台湾的素食非常进步，非常好，非常棒。至少不见得现在会让你马上吃素，可是让你留下一个好的种子，素食很好吃。三个颜色也加水耶，对吧？看起来更加好吃款的呢。这边做些米汉堡的配菜。哦，米汉堡哦。哦，我的阿叔讲，我爸爸家里来煮，家比阿妈家里来。自己本身之前是餐饮科嘛，那我就会慢慢的就是改变饮食习惯，就是说那我如果外面没那么方便，那我就不如就自己回家煮，好，那其实就会准备一些新鲜的蔬菜呀、啊、等等的，那这样子后来才慢慢觉得说吃素其实是挺不错的。我想说他真的是孝心真的很伟大，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说他有这个举动，其实心里是很感动啊，因为他就像家里的一条大梁这样把整个家这样撑住。我妈家气场好吗？嗯，很好吃。还 OK 吗？嗯 ，OK。恁娘也爱吃，做咩爱吃？上边个规矩，我都看唔到，对啊。啊，这就是下面这边汉堡。对啊，我墨西哥腊肠堡。来，麻利都要切几个。嗯嗯，好。他推广素食不会很强制，包括对女儿，他也是比较倾向说素食有哪些好处，然后吃青菜对于健康啊，还是健身方面有什么更大的益处，跟他以前吃荤有哪里不一样？好像你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才饿。对不对？哇，谢谢爸爸。哇，你看这个。素牛排，哇！你今天吃什么？汉堡。你看，哇！你看，好多种颜色，吃的很健康，对不对？马铃薯夹汉堡。我准备夹这个。还有小牛排。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它已经不是好吃不好吃，它已经可以到餐厅水准了。真材实料，这个不怕被考验的。像西餐啊，还是特殊不一样的香料就加进去，菜色就会比较不一样，多比较多变化。这个不辣。啊，好不好吃？我看好不好？好吃，几个赞？一百个赞。我觉得做素食一定可以做出一片自己的天地，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吃过素，你们不知道这个市场在哪里。当初是餐饮科出身嘛，那其实那时候也在厨房工作，说那我想到居然已经吃素了，就没有再继续从事相关的荤食的工作，然后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煮，然后就开始慢慢转向，然后后来就认识我现在的合伙人，我们就一起出来做这个素食的食品这样。我们目前正规的产品化总共有三支，我们第一支出的是这个岩石落下辣椒酱，对，然后这个岩石落下其实它是一个摔跤高手，刚好可以跟我的人设做结合在一起，这样。然后我们第二款产品呢，就是做我们这个好意思番茄肉酱。对，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是这个炸弹摔四川麻辣锅，那炸弹摔也是一个职业摔跤的招式。
哎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好第二这个素食直播哈。我们今天要准备很多优惠产品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团的产品呢，因为现在即将进入到这个秋冬了哦，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团我们的招牌，我就炸弹之外四川麻辣锅底。他们会可能质疑你啊，你家里人会不会跟着你受罪啊？因为这个产业他们绝对做不起来。其实当下心里是觉得说啊，其实这个就是代际系宰羊走的啦，就是事在人为，你去努力，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机会的。好地人呢，从去年呢，好在推出了这个炸弹出来四川麻辣锅底呢，到如今呢就是家品如潮。好，那很多朋友最后我们决定就是非常平衡的，在这个素食食品跟摔角同步在进行在发展。那目前三年来我们也是发展的不错，两边的并行都有成功。人一辈子我觉得可以做好一件事情就很棒了。那我现在有两件事情在身上，摔角跟素食。别人在我身上可以看到这两件事情的美好，那我觉得就很值得，而且也功德圆满了。